最贵的鞋子，足球少年鞋子。第二个是足球宝贝鞋子，分别是这两个，这两个都是最贵。价格高了，价格高。诶，抖音有这么多只哦，惨了惨了惨了，出到我自己也乱掉了呢。我再去查一下，组织清应该是还没讲，对吧？来开张，火箭龙掏出来，谁都别想躲过一劫。哦，看他盖得这么认真的样子，舍不得破坏。我去看别人，哎呦，这件还蛮漂亮的，这件是可以盖的。哎呦，观众，我可以躲在这里偷偷，反正我觉得他盖的。他等一下说谁炸我，他不知道是我，他知道是我吗？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用一个玻璃去偷看他，嗯。玻璃给我，玻璃是哪一个？其实，你装我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偷射这样。可是这样就被发现了。哦，它整个牙起来了，观众你们看一下，它牙起来了。哇塞，好，我给你们号码。那个，这边要玩的赶快加我，我们要进来，我们要进来。哎呀，撸熊撸熊去呢！没有人叫好友，我就很生气，很生气。火箭筒就是有火箭，哎，谁在破坏我家啊？都要生气，都要生气啊！出去啊！你最好给我出去哦！哎，我的足迹好可爱哦！天啊，我觉得观众会被笑死。